新赛季的手册这不更新了吗？我在纠结我到底开不开呢。我大概看了一眼，这个手册还是挺有质感的，解锁立即获得紫色品质的角色倒影迷影小姐，这小眼镜一戴还是蛮酷的。然后就是这把紫色品质的 DRH 枪身，外观看上去也不丑，并且 DRH 的强度在现版本也是非常可以的。让我最喜欢的就是十级的这把208，它的枪身外观以时钟和指尾针设计的，还挺好看，手感方面肯定差不了。11级的这个人物奔雷，他怎么也戴个眼镜，别的看不出来有什么，就是这个胡子策划你能不能给他刮一刮。20级是一把手枪马卡洛夫，虽然说他没改模，但是他的外观还是蛮好看的。29级又是一个人物，虽然说他没有戴墨镜，但是他瞄的卡了一个泳镜，整这出是要下海摸鱼去吗？39级的这把老母鸡改模了，并且外观看上去挺帅的，手感肯定差不了。然后49级的这个人物，我瞧又卡了个墨镜，我想知道策划你是不是兼职卖眼镜呢？你干脆直接出一个眼镜人得了。最后就是这把新枪 BP50 陈归尘，我想说你把老煤气罐放枪托上了，它能不沉吗？该说不说，这脑瓜子里边装的全是设计呀、啊！兄弟们，我先周开了一个38的就够用了，你别整贵了，整贵了我媳妇该揍我了。然后自己没有实力开通的，每天中午和我切磋技术。